相声瓦舍在2013年推出全新的制作迷香，台语的谐音是咪乓。除了冯玉刚、宋少卿和黄世伟铁三角之外，这回还加入了杨千霈和雅礼这两位女角。金钟影后王娟执导的这一出新作品，改造了宋少卿的戏路，在喜感之外，这回要添加浓烈的人情味。那我怎么会从中央新春拖来富有七百十多款的香角啊？那就是有人上当了。哇，我上当了！阿香，你是日本人，上这种当在所难免。这位日本女神偷盗走了黑道家族祖传秘方，引来法国杀手追杀。剧中宋少卿是位孤儿，一位鉴定古物专家，杨千霈是他的前妻。对，有点憨厚，有一点点胡直，那就创造一个新的角色，反而很可爱，会让人有一种看到少卿是不一样的样子。冯玉刚的全新剧本《迷香》，闽南语是“咪乓”。除了冯玉刚、宋少卿，还有黄世伟、杨千霈和雅礼。今天是我心疼。我什么时候没穿衣服了？你脱掉了。我什么时候脱掉了？你闻到我头发香味的时候啊！这不太神秘了。他整个重点还是传达着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。相声瓦舍发迹于新舞台，一年之后新舞台却可能被迫搬迁。希望新舞台能够在原地原貌，由原团队永续经营。5月3号起，迷香要在全省带来缠绵萦绕的幸福。拉住缰绳，也顺势环抱。